女士们、先生们，你们好呀！感谢你们的到来。今天我要隆重的向你们介绍我们的新发明。让我们来跟全新的泰坦监控人打个招呼呀！你们大家好啊！这就是当下最强的泰坦监控人，没有人可以打败他。就说是马桶人也是一样的。哎呦喂！咋回事啊？你们快看那边啊！什么情况？为什么来了一艘航母啊？尝尝我的摄像机呀、啊！哎呦喂，可恶，我也有导弹啊！妈呀，顶不住了！哼，别以为就只有你们会飞呀！装什么啊你？我就装。哎呦喂！看我来个托马斯回旋啊！拿来罚你，我让你旋，给我滚啊！那我要该不会是核弹吗？接下来看我的！这下完蛋了！泰坦监控人，你真的是最好的监控人啊！谢谢你，那个我。我想对你说的是，我会想你的。看招啊你！哭什么？搁这还没完呢。